你在猪圈里待着干啥呀？没啥事玩啊，溜达跟猪玩啊。反正也是，别人家养那几头猪也没啥玩，他这二百多头都围着他转，也挺好玩的。反正，你能不能对我温柔一下子？我看看你多温柔。这个温柔得表现在家里面，不能在外面表现出温柔来。安雪哥，问你一下，你确定你现在的状态是不温柔吗？我呀，你现在是温柔还是不温柔？你觉得你现在跟大家交流的这个状态？算严肃一些吧。你现在这表情严肃吗？你认为？严肃啊。真严肃，韩雪。四号，你觉得这还不够温柔吗？严雪觉得他现在可严肃了呢。你这严肃吗？你把嘴闭上。说你那牙，能抠夫麻将格外带夫相棋。